人了以后再走吧，我今天告别你就去。暖暖身子吧。啊，多谢姑娘。你就是那和尚师傅的公子。一见黄土怒满腔，天子历历岂能忘？当着你，我是不能把我从今日里改变你。啊，原来是你呀、啊！昔日常为小霸王，今日小霸王，今日为公主何在？把风前唱成姑娘，今日你衣裳是气冲凉，我乃领的就不用。
层也往空中躲过爱临头恰没有人分不能及时佛中空佛不为杀敌心家邦一不做阴丧做工
定将了，送到万永山。万永一口气，得先把他抚慰殿中，灌上几口烈酒，也许还能活过来。将他来，哎，怎么又是他？爷爷，你不该救他回来。哎，他身上有伤，东吴血滴，岂能见死不救啊？冻死他也是活该。嗯，你为何这样说啊？爷爷，你还不知道，他就是江湖强抢。府里调校的那个上司公子小霸王啊，是他爷爷。想当日你穷我怒发怒枪，害我险些落虎坑，今日里冤家一路来相逢，谁日存岂能旁，真凭他东施西的不必过不得饿了噻，不要康复到他去做俘虏。不孙女孩啊，须宽他眼前遭难，放得他一女丈夫去无路，快起来晚地明天亮。眼前是我大唐臣民，今日起离开同仁理应当。奴才啊，落井下石不可纵，女人为官要有度量，见死不救伤好你，我人也命得无量。当年他青春也难少，咋能够改邪归正来生？救了他，好心没有好报。哎，救人性命，岂为独报啊？啊？哦，等他醒来了，我们好好的规劝于他，只要他能祈求土心，做一个有用的人，也是我们祖孙做了一桩好事啊！哎。快去烧姜茶来。是。我的俄罗斯，我不，这是哪里？我还不在。不，我不得俄罗斯，
我不。哎呀，你快坐下吧，快坐下。你是不是？他就是我的爷爷。是啊。你自己看一看，哎呀，再也找个是外乡到哪里去呀、啊？哎呀，你看，外面风大雪光，这股阳气，外乡再去送死啊！哦，死了，倒霉我死了。哎，你年纪轻轻的就想死。我在娘里去死，也就不为救你未来了，韦公子啊！不，不要再叫我韦公子，叫我韦应就是。哦，好，你能懂得修鬼就好啊。好，韦公子啊，现在此江西。等公事定了，奴才送你回家。母亲为国起家，母亲在到南都中十三，上万人一人俘虏至今，我女最委屈了。哎呀，不夸你身上有伤，又十分虚弱。这，好吧，那么你就暂时留在我店中，以伤养闲，稍后再做逃离。叫他重新做人，生命我照顾他汤呀。
关心他的印子，你讲应该不应该？哦，应该应该应该。但愿他能真正的祈求同心，悔过自新，也不枉我们祖孙救了他一掌哦。爷爷，莫看外公子啊，当时我过去不一样呀。在我们家里只要六个多月，天天老老实实，安分守己，肯做事，要读书，后来他怎能改好的了？所以呀、啊，你就不再把他赶出去了。还不是爷爷讲的，救人要救到底吗？好了好了，快去做鸡，爷爷要拆牙去了。哎。去买鸡了，爷爷吩咐我不去，他要生气的。
魏公子，爷爷刚在这。你帮我倒换一下便当，我去去就来啊。我立刻为他分条担子。
可是买了鸡又能换得了多少钱呢？飞机原是鸡随堂飞生子的当宝贝。你了解我可以报恩，还可以马上一思去走上一次，对，就是这一次。Oh.
把几路上，真要是做真水塘，我一定在这上下当陪伴。我虽然受伤，只要附上几帖草药修为好的，眼前的日子想个办法总能对付的，你不用急。万不得已，乡亲们也会帮助我们的，还用跟着你去斗鸡去迎敌。是啊，魏公子，今儿要是河山光复了，你回到了自己家里，都去走过那些沟道，千万不能再过了啊！是爷爷，我一定牢记在心。好，好啊，好！晚不快为爷爷进去讲信。爷爷，我扶你进去。刘在身边失火，表姐她表小姐就在外面。哦，娘。
去，你。